今天指望你烧火煮饭的话，可能要等一天，这个火也烧不燃，所以我们饭也吃不成。风太大了，你烧不燃火，你怪风大。你会不会烧？啊？啊？那哦，你烧火还要我给你劈柴，你自己劈啊。啊。拿着没有？这样子，你把今天把火烧燃，火烧燃之后，我给你捡了一个好东西给你吃，你赶紧烧。我们都等着你这个火吃饭，多放点柴的。你还要啊？不搞柴了，不要搞柴了，你先想点办法来搞燃，搞燃之后我搞个火东西给你吃，不然呢、啊，今天我们这个饭也吃不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没有。三哥，燃了。来。就是我们那里挖个竹笋丸子，这样竹笋的那个竹子。哦，竹笋丸子，那是不是搞一个竹笋丸子？对对对，都吃竹笋丸子的。竹笋丸子好吃多了。有是什么东西？水果。什么开药？啊？就你那个手指开药，使劲拼命抠啊！那个面去把那个啊，你们吃。就吃着，但是把壳子剥了就行了。就吃完了，就是你，我都舍不得吃，我也没这个条件吃，专门给你们买的这个东西，几块钱一个，这么大，这么一点大，海清啊，嗯，你一天把它吃完啊，一点都不能剩哦，这个可值钱哦。你看这个，皮子轻轻剥不掉了，是不是？都透了，哦，都过来，嗯，说你尝一下，没有营养的、哦。我还给你吃个这，还看着我没看着我，因为我们那里面有。没看见过。我们那边有这个面吃八黑了，你看看这个面吃八黑了，这是八黑的。嗯，有点，嗯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，哎，真的不好吃啊，这好吃啊，挺好的这个。搞笑就是，好不好吃？看到里面这个东西，就好比小孩子拉那个一样的，都不敢吃，是吧？是，你要仔细的品尝这个味道，是不是我在讲，就是那个鸡蛋的蛋黄的味儿，你吃出来没有？哦，意思是吃的太多了，一口气吃这么多，要慢慢吃。哦，你会吃一点？对的，好的，尝试一下，慢慢吃。你品尝是不是像鸡蛋黄的味道？嗯嗯，是不是？比刚才好多了。嗯。要吃习惯就好了，不吃不习惯是。这个是不稀罕我会吃，只稀罕那些的室外的吃用些，那些女孩子吃啊，就用它蘸的吃，就是吃一点点，就拿着面吃。我们吃的太多了，一口就给它吃下去，那个是。老二，有本事就把它全部吃了。我吃完怎么办？吃完我再给你买一箱，奖励你一箱。吃噻，别浪费了哈。你买这多少钱一个？7-8块钱的。应该是7-8块一个，八块钱呢，浪费可耻。下次你给我都不吃了，不要了，还有8块钱，浪费可耻吧？不准浪费。不要，这个不浪费吃不下，把这个不吃了，那讲不开。我看着老鹅吃了，监督，大家监督老鹅吃。好
咋是？这还讲究一个，这个比牛年的难吃。但是为什么这么贵了、啊？这个吃啊。是那句话，嘴巴不听使唤不行。啊！老伴儿，老伴儿来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我举个公交车，你尝尝这个味儿。哦，拿一张，我都听到了。反正你们不管谁吃，今天把它吃掉。